小老子才把个拳头朝起一扬，他说他一拳打死人呢，在他来说非常高兴。哎，他把拳头扬起来，大家就罢了，才把个拳头朝起一扬，那叫在座的呢还有三个人呢，三个人就不望住他了。望住哪块呢？望住他的那个背后。天行说话天事物，配比了朋友跟朋友在一起，一旦谈到的时候就要望住，配比了你谈对过的这个人就要听，不但是听就要入神，不但入神就要朝地下去。哎，地下怎么样？结果怎么样？这个天的人嘛才有情呢，天的人嘛才来神呢，你天你的，他一把望住你，三个人都朝他背后望，再看他背后，不看他这个拳头，把小老子的这拳就完了晃下来了。小老子心里头有话，究竟这个后头来了个什么出色的什么东西上，还是来了个什么出色的人噻？小老子就尊神就预备来亡了，果然不从。后头来下一来，还不止来了一个人，后头来了两个人。前头来的这位是一位老宅，这位老宅今年是年在古稀，虚没解包了，不过呢还没有完全包呢，还稍微带着一点痕呢，身上的这个衣服呢底子是好些了，因为穿的热气泡的多了，不但是破啊，有的地方是皮一片刮一片，手上一抓就抓住骨干骨尖子。就在这位老者的背后啊，就跟随一位，这位不错，这位不是个男子汉，跟随的是一位孤儿，这位孤儿的年龄并不大，这位孤儿由头至脚的神像是毫无批评，但是有一点的恐怕是病后，怎么晓得的呢？就因为他不但是黄，而且还有瘦，这个一定是病后呢，但是头上呢倒是受了个花篮酒，并没有带花，肩宽瘦瘦，人家家里都说是精的点，你不要说金了银子的都不得了，铜的，虽然是铜的，它擦得亮着沾光，身上倒是穿的布衣裙，虽然是布衣裙，它一下清清爽爽，上头一点斑点都没有，但是这位孤儿就跟随住这位老者，两个人来做事的呢，在过去有一种名称呢，就叫个赶猪头。怎么叫赶猪头呢？就是来唱一支曲子，就是卖曲子。你要如果说是客人在这块要听他的呢，老者在前头把鼓尖子一浪，你就点点头，要听的，要听，这个鼓尖子一浪，姑娘就唱。你要如果说是不要听的，你就把头就这么两摇，他也不压你，他也不抖你，他随时就到其他的桌子上头去。所以宋三一跟太太一张而已，心里头有话，听你给一拳打死人何便呢？不如再看呢，就弄个曲子听了玩玩呢。
所以再看灵山叫王祖和玄凤李逵背后，王祖这位老子就看看这位公儿，看看这位公儿唱曲子怎么样。老子把弓箭这一浪一看，看见人家家里头要听的嘛，先一头一个就把个头就这么亮的，姑娘在后头呢，晓得弓箭这一浪啊，就都就把个头微微的朝起一昂。为什么要把个头稍微昂一点起来呢？姑娘开口是一个高调，哦，高调非昂头不可啊，微微的昂一点呢。你要如果把个头一上抵住的话，掉到哪回的出来呢？气到闷住了嘛。你不要看唱曲子啊，唱曲子不简单呐、啊。而且这个唱曲子啊，你不要说唱曲子了，就是唱歌、唱曲子、说书啊、相声呐、啊，他就玩的硬嘛，就玩的个调嘛。硬嘛就是玩的五个字嘛，和顺词写好嘛，他这个字音才有的准的嘛，之后就变成切音，一个鼻音，一个脑后音，这个东西了不得呀。同时是一句话，哎，你说这句话就不好听，他说这句话还就好听。唱曲子也是这样子，配皮来一扇唱曲子，你这一调是什么调？照常你这个词出来，人家家里头字字听得清清楚楚。照常有的人呢，你一句一扇唱出来呢，含含糊糊，那字到被你吃到肚子里头去，那个字叫吃字，把字都吃到了，而且这个音调呢，这个字音呢都变到了。他就没有练过和顺词写哈跟鼻音脑后音，但是姑娘的这个曲子好了，还不像一般的人呢，一旦唱起来都是五十曲子。怎么还有五十曲子？哎，五种颜色一种不差，哪像这个唱曲子啊？特别那老师教你，老师教你像老师嘛，身体壮，一上看你也像老师这样子看，这个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自己要量你自己，你的力量究竟够不够？特别那名师教好图啊，但是这个名师教好徒是不错，这个名师走的这条路，你要如果说这条路走不起来，你另外再走一条路，但是这个就不简单了，就要有那种经验，就要有那种道理，就要老师把道理告诉你了，你才可以能走得起来。皮皮唱小菜，你要如果说是在这个不对头的，就是五十曲子，一旦到了高调嘛，你就要晓得你自己的中气如何，你的嗓门儿如何。你要如果说是还像老师的样子，死手活喊，摁朝外头喊，脸就长得通红通红，可是有了一种颜色了。清静喊得这么耿耿的，有了两种颜色了。吐出来的字面呢，这么薄薄儿的，肚子里头再这么黑黑儿的，腔调再这么黄黄儿的，五色巧色，五种颜色就一种都差不了。姑娘的曲子好了。姑娘原来是唐楼的小姐，鬼角的千金啊，奇怪了，
既然是唐楼小姐鬼告前进啊，姑娘为什么就非常确实的呢？要么在楼上头嘛看看书写写字，或者想了数花数花弄两杯。那小姑娘呢琴棋书画都会，因为姑娘在后楼上头，在过去啊，不是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马路上头尽管跑，不问的男不问的女啊，非比那老的也好小的也好，过去不行，过去也算到了年轻的妇女，年纪大的还稍微好些，特别是宫儿家都要担在楼上，而且在过去的女权很低，所以姑娘在楼上头没事做。之后老太爷嘛就请了一位大曲先生回来，就教她几字琴曲。名师出好徒，那像这位老师呢是个好手，就教唱姑娘扮演也好，就是姑娘唱出来的这个音调了强调也好，所以今天姑娘站在后头就预备来赶猪头。本来倒是个有福啊，突然的传了其他的事情了，现在叫个呢不得办法了，再又到茶房就是赶赶猪头，准备换几个钱，准备吃吃饭吧，再能够换到零用钱嘛就更好，再能够换到团费，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，那就真正就太好了。老头在前头把弓箭这一扔，姑娘将将把个头微微的朝起一昂，嗓子这个地方呢把个气朝上头提，那小唱曲子非要用低种不可，他把个低种低气朝上头一提，将将到了嗓子的面前，这一嗓还没有出来呢，小老子把脸朝过一掉，小老子掉过脸来要看看讲后头是个干皱头的，你瞧小老子心里头都气呀、啊，咦，心里头有话。我是个一拳打死人，站在这个来京的地方，你居然跑到来赶猪头，他们都不看我打死人了，他们都看你唱曲子完了。小老子忍不住了，嘴里头也张开，打！你想小老的这副力最难看，最怕人。姑娘先就没有看见他，看见宋三一带大一跟张二姨都是蛮好的，一般的脸色，唯有小老子漆黑的一副脸，这副脸就有点怕人，突然的他把脸朝过一跳，又往出台一上看，姑娘掉过脸来又往一喝把头朝下一提，坏了，将将把个气提到咽喉，忽然的看见小老子的这副脸，他把个头朝下一低，头一低那叫气一闷，请抓二气完了掐住了，请抓二气再掐之下，哈，姑娘在这个幻觉过去，轰，身形就朝后头一倒。老太太把脸调过来一望，随时就把弓箭子朝地下一放，哎呀呀，哈哈哈哈，打死人了啊！他喊了一声打死人啊！亭上头就可堵天起来了，大家同船都预备走了，就看小二说船长船长船长，我们要走了我们要走了，为什么呢？打死人呢，我们何必在这个地方赶到公堂去做见证呢？他们大家都走了，他们大家预备走，
像是宋天一天起来了，老张，你这个嘴里的字面要清楚啊。我这个背后啊，胡查他是有字啊，胡常打死他。你不能说打死人呐、可人老矣，我的呀啊！宋江再把他望望，这个就不对头了。你要么就喊客人来，或者就喊我的儿，你怎么连到一起喊的呢？客人来哟，我的儿，这个你连起来就不大好听了。我明白了。这一位大概就是令爷了啊，正是小女。好家了，这个就不被嫌疑了。你赶快把你家令爷我了捉起来，他这次请抓儿去完了吃住了，你把他稍微微微的问起来一点，让他请抓去疏通一下。好的，老头子随时走过去，就把个姑娘站着微微的朝起一踏。姑娘没有到顷刻之间，那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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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这个索性回头，儿啊儿啊！姑娘随时把耳朵张开，对的，儿啊儿啊，得赶快的站起来。姑娘朝起一站，姑娘站起来这个意思间嘛，马上我们还要唱呢，不唱就能拿到人家的钱了吗？稍微喘口气，宋三一站又往好了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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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小二，你赶快倒杯汤开水过来。姑娘，你赶快的喝一杯汤开水啊，稍微顶顶山，稍微补补气啊。老张，不唱了，就算唱过了啊，但是我们随后都要多多的送你几个钱呐。小二啊，算了，你把姑娘请到亭子底下去，你赶快的打水给她，先擦擦脸，擦过脸之后泡一碗好浓清茶，你炖几盆素点心来啊，或者嘛弄两样素菜。你把姑娘请到亭子底下去坐记事了。你说他家这口啊，请到亭子底下去，为什么要弄素点心呢？为什么要弄素菜？你看看见姑娘脸色是病容，既脸色病后就不能吃荤了，一口到了不能吃荤嘛，只好弄点素点心，只好弄点素菜。姑娘在这一刻被小二请到亭子底下去了。老张，我们就算唱歌了，放心了，我们随后都要多多的送你几个钱呢，我们一起热血啊。我们大家在这一刻来闲谈，所以宋三一这个人好，就在这一点好。他不问对什么人，他都是尊重，而且你叫人家唱，人家家里头就过去再唱，你就是再把多少钱都心里头不大满意。这样子就算唱过了，不但不唱，随后还要多多的送他几个钱，所以随时就请老贼坐下来谈谈。